その国は日本の25倍の国土に世界最多の14億を超える人々が暮らす巨大国家。 GDP 国内総生産はアメリカに次ぐ世界第2位。未だ成長を続ける、大きな竜にも例えられる国。これは中華人民共和国の知られざるもう一つの物語です。我自己以为我在家的话，肯定是我现在有低保啊，有那个便民补助，但是我的话肯定是我的话不够用，所以说我是每一年都出去外面打工，我能做一个月我都要出去外面做一个月这样子，因为我在家的话没法生活，真的是。讲条件，我们地方条件确实不好，这个地方找劳动也没得了，全部都出去打工去了。中国我们这确实哈，真的相当穷。因为我觉得我太苦了，我也不能让孩子再苦了，不想让孩子过我这样的生活。我在农村地里的，农村地里的，那个老百姓们干出来是吃的，不干出来是我，你知道吗？中国这个贫困问题要历史这个时间这个尺度要拉长的话，那实际上应该这个近一两百年时间，这个贫困问题都困扰着中国。从那个就说我们这个时间尺度如果不拉这么长的话，那么就从这个49年这个新中国建立啊，实际上就说其实开始的就是反贫困的这个问题。中国有个寓言叫愚公移山，这个实际上从新中国建立时候，这个毛主席就用过。两座山在前，军不再增长，下决心排万难一段大山，袁枚梦曾夙愿，移山填海化天险变冲突。愚公山を移すとは、家の前にそびえ立つ生活に不便な山を尽力で動かそうとした老人の話です。从就是说我们对照愚公移山这个比喻来说，那的确是压在这个中国老百姓身上的一座大山。那么怎么样就把它移走？怎么把它搬走？这个中国这个就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四九年建国以来呢？始终朝着这个方向在努力，也在不断地探索他这个挖这个山的这个办法，探索移这个山的这个办法。中国では年間収入およそ4万円以下の貧困家庭が全国に1660万人いました。中国政府は2020年までに貧困世帯を撲滅しようと全国でさまざまな対策を行っています。果たしてその大きな山は動くのか。中国が国を挙げて取り組む壮大な取り組みの記録です。巨大国家中国が取り組む貧困対策。今なぜこの国で貧困問題が大きな課題となっているのでしょうか。北京大学に貧困問題を専門に研究する専門家を訪ねました。这个十八大就是提出这个中国这个有个这个实现两个一百年的这个奋斗目标。这个2020这一年呢，就是明年后年啊，实际上就后年这一年呢，定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标，就是中国全面实现小康，这个全面消除绝对贫困这么一个目标。那为什么呢？就是到了在2012年的时候，我们这个绝对贫困人口数还有9899万
这个贫困人口，而且任务非常艰巨，困难也非常多。中国の貧困の現状を知りたいのなら、ぜひ訪れた方がいいという場所がありました。ベトナムやラオスなどと国境を接する雲南省、中国でも最も貧しい地域の一つです。おお。山岳地帯に入ると大雨による土砂崩れ、落石が発生していました。もともとの道路が悪い上に全面的な改修工事が重なり、大雨が降ると道路は寸断状態となってしまうのです。貧困地帯では中国全土どこでも大規模な交通網の建設が急ピッチで行われていました。これも脱貧困政策です。那么前面我们有中国有一句这个术语，就叫做这个要想富先修路，因为有了路他就能从大山里面走出来，有了路能从这个就是说这个边远的地方能走到这个城市啊，和这个其他和城市的这个社会进行交流，进行这个融通，哎，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途径。那外出务工、劳动力转移，这个路通了是很重要的一个条件。有了这个通达的路，有了这个交通设备，那么他这个贫困群体他就到了这个富裕的发达的地区去务工，那么这个就是通过工资性收入。那么形成就是说他这个脱贫致富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雨はさらに強まり、これ以上進むことは危険と判断されました。目的地まで半分ほど進んだところで、この日の移動は中止となりました。翌日移動を再開します。池のような水たまりのできた道を奥地へと進みます。道端には側溝に脱輪したトラック、落石で大破した車が置き去りにされていました。半日ほど車を走らせると少数民族リス族が暮らす自治州に入ります。幹線道路からさらに山道へ。貧困世帯の多くは自然環境が厳しい場所にあります。急斜面にへばりつくように民家が姿を現します。人口2800人余りの小さな村、金満村です。道路から急斜面を下ったところにその家はありました。ペー族のモーさんです。今日は何をしてたんですか？今日は做了什么？質問は日本語から標準語である北京語、そしてペー族の言葉へと訳されます。この日は近所で結婚式があったそうです。着ているのはお祝いのための民族衣装。モーさんは典型的な貧困世帯。山深い金満村で唯一の農作物ともいえるのが急斜面でも栽培できるトウモロコシ。急斜面にへばりつくようにその畑はありました。
年間収入はわずか5万円足らず。暮らしを支えるため夫は町に出稼ぎに出ています。この日は出稼ぎ先から夫の張さんが帰っていました。張さんは北京語を話します。就是这几天我回来的原因，就是说，因为我在外面都是说这两天雨水太多，是不是？所以说我们是在工地里面做，所以说我身体前段时间我在福州那边差不多住院都住了十几天，所以说在那边没法住下去，所以才回来的。就是这个嘛，就是说以前嘛，也就是刚读书的时候嘛，肯定是不会，是不是？后来我就是说。常年都在外面经常出去打工是吧，所以说买一个地方学了一两句这样子，后来就慢慢会讲了这样子。就是说不是因为我们这边的话，现在的话就是说从这几年开始嘛，就是说从去年前几年的话都不知道出去外面打工，都不知道啊，有些都不会出去外面打工，因为不识字，而且不会讲汉话是吧，不会讲汉语，所以说有些人都不知道出去外面打工。我们都是以前后来国家就是帮忙经常把我们带到珠海啊深圳啊那些地方出去之后才是慢慢的才会出去外面打工的，有些现在都还不知道在外面是什么样子，这样子嘛。政府は山間地の貧困対策として山林にあった農作物への転換のほか、直接農家が現金収入を得られるさまざまな政策を行っています。中でも大きな効果を上げている中国独自の大胆な試みがあります。それは奥地へ進むにつれ姿を現す山村に不釣り合いな真新しい大規模マンション。山間地の貧困世帯を村ごと集団で移住させるための住宅です。那移民搬迁实际上就是我通过这个移民搬迁，那么实现就是说，他的这个脱贫致富。那么这个呢，实际上也是就是说一个很好的一个措施，一个很好的一个路子。这各地都在探索这些路子。山を降りた町に。モーさん一家が割り当てられたマンションがあります。今は山の家と行き来しながら暮らしています。这是我儿子的，这是我留给我儿子住的，他们是在这边上学吗？这是反正里面什么都有了，反正是我们反正里面什么都不缺，就是里面那些家具啊，就是说那里面家具啊那些的话都是国家买的嘛，国家全部都是国家投资的吧，一分钱都没花。不像这样的房子了，下面的话我们以前的话想都会想不到那一点，是不是？没想到会能有这样的房子嘛，是吧？会有自己会有这么一套房子，是吧？就像是说像比以前的话是。以前的话肯定是我们衣服啊烂了我们还要自己缝，是吧？现在的话比以前的话日子的话过得好一些了，就是说还，但是我们的话肯定是比现在还要过得越来越好嘛，肯定会这样想嘛，是吧？現代的な住まいが与えられたからといって問題が解決しないところに中国の貧困対策の難しさがあります。同じ移住住宅で暮らす高さん一家、今は孫と二人きりで広い住宅に暮らしています。希望好的，希望好的。啊，给上你的呀，不带的给你。啊，够。他都困难不能想呢，困难他都，关键的日子不来困难弄啊，就不能想。一双双出去的到好，男的我的住宿啊，都我去跟你送，买的罗饭哈，说的
真新しい家に引っ越してから息子さんはたった数ヶ月しかここで暮らせませんでした。残された部屋にはベッドだけがありました。安吗？嗯，安，过去安吗？我不喝毛衣说，毛衣说，吐了吐，我的毛衣说。孫と祖母だけが残された広い家。いつもの夜が静かに過ぎていきます。息子さんの写真を探してもらいましたが一枚もありませんでした。もし息子さんに届けたいものがあったりね、あのしたらお届けしたいんですけど、もう残せやもん、아샤로가치고칼로가치고칼로가치고로로로가치라하로가치라하뭐냐로가物など何もないというコウさんにあるお願いをしてみました。まあ我不牛点，移住住宅から620キロ離れた雲南省の省都昆明市。685万人が暮らす都会の片隅の小さな木工所。そこで高さんの息子八高さんは働いていました。寮の部屋でビデオを見てもらいました。久しぶりに見る母の姿でした。私のどうしても残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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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てやめて見つけやめて两组瓜们，三十七个农活人，那个么呢？他哪一呢？送不住个么一般哦。七个农送上来注意，到到山里来注意七个农。七个农大水小队放出去的去，那方面到河岸面上拿过来，俺修了个土啊都。那个都不是那种婚姻的七个呢，不是那老瓜不来，那老瓜去老瓜，老瓜去还没得老瓜。我那八生的，我得做工噻。我这那不能白带做工嘛，别的不花钱都得的，对。哈哈哈哈哈哈！嗯，哎，可以去。没有，他儿子有。哎，哥，哥，哎，哥，上。你过来，那你是觉得可以，他也支持我。儿子他说你怎么做，你觉得可以，你就去做；不可以的事情，不能做的事情，你尽量不要去做。人穷也不怕，啊，只要能填饱肚子就可以了，不要去想那么多那种。所以他，如果我生在
城市里面肯定是不像现在这个样子，是吧？哎，这个事情嘛，因为可能是他们是在本地的吧，而且是城市里面的，知识又高，是吧？我们农村的嘛，知识也不高，以前想读书的时候根本就没钱读书，所以呢只读小学就不读了，只想到那个时候，哎，我出去挣一点钱算了，根本就读不了书，是吧？没钱读，哎，现在又想起来嘛又后悔，以前哎为什么不借一点钱去读，但是那个时候去借钱是很难分辨的，家里面穷的话别的人不会跟你借给你钱的，家里面条件好一点还可以借一点点，多多少少。我的梦想啊，我的梦想是我再挣几年钱，然后嘛回家嘛，该做生意的话想去做一下，想去闯荡一下，能不能成功也不知道啊，现在只是想象力，只是心里面想的。你的规劝不会动摇我和我一家的决心，尽管我老了可能看不到山被挖平的一天，可是我的子孙后代一定能够成功。挖山不止，大山必平。对，挖山不止，一定成功。中国の極貧地帯雲南省をめぐる旅は、さらに土口に沿って渓谷を奥へと進みます。リス族、ヌー族などが多く暮らす副高原、ここにもできたばかりの移住者住宅があります。その一角に小さな商店がありました。取了这个二路顶乳豆家店文具店。リス族の余さんが経営する開業したばかりの小さな電気店です。自分の名前と之前是二三十台，卖了好几台，还剩下十多台了，赚回来的，卖出去就肯定赚回来了，是农民吗？我有时间去上去种种地，种完了就下来修电器啊，卖电视，那种。余さんも山の上から移住住宅に引っ越してきた貧困世帯でした。之前做的是房子是自放，这个是土木房，木房是草雕、粉莲、农用，一些草条那些500块钱都不到。说这里住地是不行，想要去学一门技术，家里面也挺支持的，在这里租一间房间，边学习边在这里维修，可那个电器店一年大概是10000多。是我当一个护理员，一年收入18800。今年已经脱贫了。貧困世帯を脱出できるかどうかは、移住後どう生計を立てるのかにかかっています。働く場所も作られてはいますが、もともと産業のない山間地では安定した現金収入を得る道が限られてしまいます。移住住宅にあるスーパーマーケット、予算の事情、
加工さんが働いています。生活が安定したため出稼ぎ先から呼び戻したのです。このまま行けば近いうちに長女も出稼ぎをやめて家に帰ることができるかもしれません。親子3人が囲む一つの食卓。今の暮らしに点数をつけると何点になるか聞いてみました。リス族の言葉しか話せないお母さんには加工さんが通訳をしてくれました。予算の古い家のある山の上の集落。町の貧困対策のチームが入ると聞き同行しました。車を乗り捨て山並みの向こう側へ。踏み固められた一本の細い山道をただ登りただ歩き続けます。登り始めて5時間、尾根の向こうにその集落が見えてきました。ミャンマー国境に近い石塞底村。多くの村人は町へ移住しましたが、9人の老人が山を下りることを拒みここで暮らしています。カイさん夫婦もそんな2人です。政府は山を下り町で暮らすよう説得を重ねてきました。話し合いの通訳は予算が務めます。この日も話し合いは平行線のまま終わりました。解決の糸口はまだ見つかりません。起来就是主要是原来最早的时候就是让他们搬下去，搬下去很难，因为故土难离，所以说都是我们都是经过好几轮的，不停的在做宣传，扶贫攻坚这个工作呢是，党和国家，这个确定的方针。那我作为一个公务员能下来
做这个到一线来帮扶老百姓，这是我最大的荣耀。山深い地に刻まれた一本の細い道、その道はいつか大きな道となり、遥かな峰を越え光り差す場所へ、中国の挑戦は始まったばかりです。这是我们的一个最终的目标。那这和我们就是说这个愚公移山，这个愚公所说的这个话一样，就是挖这个大山是子子孙孙的这个工作啊。这个只要大山存在，那我们就子子孙孙的不停的挖下去，总有一天会把这个大山从我们的身上给移走，这个把这个大山给搬走，实现就是说这个我们共同的这个全人类共同的一个目标，就是共同富裕吧。気の遠くなるような壮大な挑戦。しかし大きな山がすでに動き始めた場所もあります。かつて貧困地域として知られた貴州省の金沙県、ある早朝広場に集まる男たち、その手にはおびただしい数の鍵がありました。金沙県ではこうした光景がたびたび繰り広げられていました。何かの抽選会にも見まごうこの光景、実は貧困世帯の移住住宅の引き渡し現場です。この日住宅をもらう人たちの中に一人の老人がいました。陳新明さんです。沙发，沙发、茶几、个电视柜，就是这配的。哦，这里如果凳子，这个餐桌，餐桌马上的安装。哎，感谢。六人家族の陳さんのために用意されたのは100平米、市場価格700万円ほどの 6LDK。ベッド。タンスなどの家具からカーテン、電化製品まで、すべて無償で提供されます。感谢你姐哈，你们搬迁过后过来了过后，你们这些旧的，我们园区几千个旧的岗位，对你们能有劳动力的这种搬迁对象，要进行培训过后，相当旧的。像我们这边用的呢？哎，不一定了，不一定，不一定。啊，我们去说到说，那来发展不好的话，不拿回来不行。比如说根据你的身体情况，我们去创那个开发性一些你们特殊劳动力的这种岗位来，你们就的。哎，好，感谢。哎，好，特别感谢。我们随便不管你们这个年，哦，感谢你们，你们辛苦了，国际两头辛苦了，工人叔叔们辛苦了。现在找房子，又是打印刷打底板的，但量少，做的漂亮，日子好过，做的心情舒畅。哦，但是我的儿子有过干不到活儿，有过是喊包，但有过呢是在浙江做起工人，阿哥可能干得到。生生也还得小，那么搞国家几岁拿国家，有岁八多两岁的用拿国家，啊，那些做不到。哎，教育他们有教育他们，要感恩，要努力劳动，好好读书，把学校好把书读好。以后哦，对了，以后到时候他们为你出路。哎，感谢老孙。今金沙県では貧困世帯の集団移住住宅への引っ越しが毎日のように続いているのです。実は金沙県では脱貧困対策の目玉として農地しかなかった場所にマンモス移住住宅を建設、貧困世帯の受け入れを続けています。
新しいマンションに山ごと集落ごとに移り住んだ貧困世帯はこれまでに1万人を超えました。何もなかった場所に新しい町が生まれたのです。この日、移住住宅に引っ越す家族がいると聞き山へと向かいました。車一台がやっと通れる急な山道を山頂近くへとゆっくりと登っていきます。車を乗り捨てて徒歩でしか行けない急な道を下ります。どうやらこの沢の下に家があるようです。舗装はされたものの雨でつるつると滑る坂道。つづら折りをいくつか過ぎるとやがて民家が姿を現しました。この家に暮らす李さん一家は6人家族です。まずはこれまで暮らしてきた家の中を案内してもらいました。いよいよ待ちに待った移住住宅への引っ越し。この日、李さん一家が運び出した荷物は布団などごくわずかでした。对，搬在安子店去了以后呢，找一下一点小小事情做一下，就不能再回来了吧。貧しさから逃れるために生まれた家を育った村を後にする。その時ふるさとの野や山は家族の目にどう映ったのでしょうか。山を降りた町に建てられた新しい移住住宅。これまでにも数え切れないほど多くの家族が同じ道を歩んできました。今日からここが李さん一家の新しい家になります。生日做的，那个小孩做，这是我
我妻子做的，这个，这些是我做的，做的，啊，我做的，来。这一件是儿子媳妇的，山の家とは比べ物にならない現代的で衛生的な暮らしがそこにはありました。哎，特别好，嗯，给我留客人做了，嗯，在这儿还是比老家好啊，我们是比原来过得好了，这里的生活环境条件都比那些好，特别是上学最近了。我孙子上学还有这个进城都很方便，医疗这些都很方便了，又很近。当然这个移民搬迁它也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地点，就关键之处，就是说搬迁到这个地方之后，最关键要给他提供找到一个可持续性的这个谋生的这个之路，脱贫的之路，比如就业啊，比如就说给他一些创业的一些条件，让他一些创业。移住住宅の周辺には貧困世帯のための就労の場が作られています。しかしこれほどまでに金沙県が大量の移住者を受け入れることができたのにはある秘密がありました。それは巨大移住住宅に隣接する広大な工業団地の存在でした。工厂兴建，工厂在幺幺年建的嘛。当时我们工厂建的时候，也是解决我们本县的劳动力就业的问题。因为劳动力大量的外出务工，很多社会矛盾都凸显了。那么留守儿童啊，空巢老人啊，还有他们后面说的空巢妇女这一块啊，就凸显出来了啊，这群体。经济开发区，在我们金沙县经济开发区，它是省级经济开发区，现入驻的160多家企业都是正常开工的。它这个一定程度上说，它这个政策是共享的，啊，我们是因为这个公立园区，一是它有这个区域条件，如果它有原来基础，在原来这个岗位在满足前提下，我们在可能解决一些劳动力贫困对象的劳动力这块。这个对我们的帮助还是很大的，因为现在就是招工难，这是就是到处都存在的。然后一个工厂，这个普工，它占很大一部分。然后嘞，现在招工难嘛，然后他们很多就是可能就是在那个以前的老家哈，然后就是经济收入不是太好，然后就来我们厂里边工作，然后我们能够给他们一份这个收入嘛。所以说，我们就是很需要他们的帮助的。移住者たちに話を聞きました。天然没走了，没走什么，没走现在这个，现在的时候来了两三个月了。他在下面水管厂就水管这儿肯定要好的人，要穿得干净嘛，找事做也方便点嘛。这个是上这个喇叭的这个壳。哦，在这里工作几天了，但是我们搬来有一两个月了。我们就是干农民嘛，就是挖锄头的。老家比较不方便嘛，这里好找工作，什么都好，就是。
工作方面这些啊都比较方便。在老家嘛，反正就是说，什么交通也不方便啊，感觉在这里还蛮习惯的。呀，当然更开心了，比在老家好多了。在老家就是没有工作，就是挖那个锄头啊，种那个玉米，蛮辛苦的。在这里生活多了。我老公也是在外面打小工，现在那里没事干，他回来了，可能回来休息几天，他又要回去了。平明さんの移住住宅は工場にほど近い場所にありました。突然の訪問を夫の周さんが迎えてくれました。数ヶ月前、出稼ぎ先から帰ったといいます。我是这样的，我们到那边给他们工地上做小工嘛，都是他说是每个月付点生活费，但刚开始说的是两个月就发工资嘛，后面工地没钱嘛。现在那个工地全部停了，所以都没拿到钱，就拿了点生活费，就这样。那边说的是这样，他说，啊，上面弄到钱了，就给我们发点钱，让我们回去继续干。假如可能就这个月底吧，下来嘛啊，假如我老婆也可以去多少上点班，我也可以去出去那上点班嘛。两个人，的话就说你在山上住，那你。假如说自作自吃的话不够的情况下要去外面打工，交通又不方便，所以说在这下面好得多，这附近可以有厂啊这些去弄一下嘛，要稍微好一点。这个数据啊，因为根据这个政策哈，在搬迁后的三个月以内对有劳动力在家里劳动力哈，就是呢组织他培训和就业，所以说我们的逐步的落实这一块，逐步落实以搬迁群众他的就业这一块。那对于在外务工这一块呢，就是根据他意愿，他能就近务工就近务工，就是他是双向选择，一是他劳动力选择，二是企业的选择这一块。啊，从大的方向来讲啊，这个劳动力他我刚才也说了，这个他是双向选择，他是劳动力个人的选择和企业的选择这一块，他有他的意向。我来就业岗位需求这一块，包括报酬啊方方面面这一块，他双向选择。他我们的大的方面说，他哪儿就业起职业能就业，这是第一个就业这一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从成本这样核算，虽然在外面务工的工资报酬高，但是往返啊消费啊这一块，就比起我们在就近的这个工资稍微低一点，也许就近工资低一点，可能还工资是还划算一点。金沙県の移住政策がこれほど成功した背景にはある理由がありました。それは移住に際し他の地域にはないある取り決めを移住者と交わしていたのです。这个根据异地扶贫办的政策和相关规定，我们这个异地扶贫办呢，它是农户自愿搬迁，它不是强迫搬迁。异地扶贫搬迁政策里面呢，就是农户搬离过后呢，一年之内就要对自己的房屋自行去进行撤掉。这是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这些贫困户啊，他为什么贫困？他一个方面是除了自身动力不足、发展动力不足之外啊，还是生存条件所限制。比如说昨天我们去了家。那个路虽然修成水泥路，但行车一错车就错不了，而且坡耕地不是说25度，好多45度以上了，不宜耕作，就是主要原因就是受它的这个生存环境所限制，那么我们的这个异地扶贫搬迁政策呢，它是搬迁区域这块它有个限制，就是把那些一方水土养不活。养不起一方人的地方的老贫困户搬出来，就是把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这个贫困户搬出来。那如果说你这个旧房不拆除，可能哈
可能他都要反传给做老房子，啊，反传给做老房子，他有依赖性，还有孤独情节这一块。如果把房屋救出这块呢，就这块呢，可能哈还在他的潜入地激发他的内生动力，再给他一个生存发展的平台的话，还会激发他的内生动力。所以说，第一个方面就是为什么提出救法。这个不用种，我们那里山上都有，它自然生成的。周さんも山に残してきた古い家を壊す日が迫ってきていました。ふるさとの家、帰る家がなくなることをどんなふうに思っているのでしょうか。这个东西怎么说呢？这个随时都可以去嘛，老家那边山上都有，随时都可以去拿的。因为在我们那边嘛，因为土地贫瘠的原因嘛，很多种不活什么的啊，很多地都已经没种了的，都已经荒了嘛，都荒了。感觉这个东西必须得适应嘛，是啊，这个东西肯定要适应的，因为不能种地了，你不可能不打工啊，怎么生存，是不是？拜拜。山を降りて手に入れた新しい生活、その選択は正しかったのでしょうか？肯定是正确的，因为在作为像我们这个年纪啊，说实在一点，就是照顾好老的，培养一下小孩，这边教学质量，还有这些设施都要好得多，所以说让小孩子在这种地方学习的话，比较好一些。夕方、勤めを終えた平明さんが帰ってきます。次にまた出稼ぎに出るまで、つかの間の家族水入らずの時間。他说喜欢在这里，这里的教学好，教学好，教学好玩，有广场，有广场，就是好好把小孩培养好嘛，好好送他们上点学读书。再过五年之后啊，像现在嘛，就尽量的外出多挣一点钱嘛，让生活过得好一点，争取在五年后啊，怎么说呢，让各方面的条件，出行的这些条件啊，还有生活方，不管从生活方面啊这些的话，都要有一个很好的发展。金沙県ではさらに大型団地の建設が急ピッチで進んでいます。今度は貧困世帯ではなく一般の農民へと対象を広げた大型の移住計画です。貧困対策で始まった新たな町づくりは、貧困問題を超え新たな都市開発へ大きく舵を切った。一个方面呢，我们这个经济开发区里面企业这块，它是劳动力密集型的企业，它所要求的技术含量不是那么高，比如说缝纫、电子这一块，包括手工加工这一块了，它这个技术含量不是那么高，所以在经济园区就业这一块的话，就业这一块还是不是那么难，这是第一个。二个就是刚才说了这个农村的文化水平这一块啊，或者依恋土地耕种这一块呢，所以我们恒大集团在我们的这个金工区附近建了2330到8个大棚，那么怎么给解决它的收入问题呢？一个是
这些老百姓他离不开土地耕种这一块，他可以在那边务工，那个采摘啊，可以翻犁啦，这一块管护这一块，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他可以去承包大棚来做，承包大棚来做，他的增加他收入这一块。所以说，他就业这一块还是占很大的比重，可能占70%以上啊这一块。山から降りた人たちで、町はさらに輝きを増していきます。その一方で、土地から離れ減少を続ける農民は、農民を失った山はこれからどうなっていくのでしょうか。農民这个人数的减少哈，这个其实这个扶贫政策可以看到，就是在我们扶贫这个阶段这个过程中，那么农是一个很突出的一个现象啊。那么但是不能完全说是因为扶贫政策然后让农民这个减少了，实际上它是一个整个社会发展城市化城镇化的这么一个过程的一个现象。这个从全世界来看，就是说这个城镇化过程中这个农民都是在逐渐的减少。那么未来就是说我们这个趋势会走向什么样一个这个方向，是不是就是说未来农民会彻底消失了在中国？我认为中国有将近十四亿这个人口的一个大国啊，人口大国，那么农业还是这个中国的一个基础性产业，重要的基础性产业，那么中国离不开这个农业的发展，那只要农业的存在，那么就离不开农民。貧困対策で始まった集団移住は、農村と都市の在り方を超え、国の形そのものをも左右する大きな流れとなり始めています。大きな山が動いた時、大国中国は一体どんな姿となっているのか。まだ誰もその答えを知りません。豊かさを求め山を下りる農民がいる反面、山村の特性を生かし貧困脱出を試みる農民もいると聞き、雲南省原陽県を訪れました。哦，那你，我跟他们在这里在拍宣传片。山岳少数民族が暮らす黄河ハニ族彝族自治州。ハニ族、彝族をはじめミャオ族、タイ族など独特の民族文化が固くなに守られている現代の都市文明から最も遠い場所にあるともいえる独特な地域です。この地方を有名にしているのが、急峻な斜面を削るように作られた17万ヘクタールにも及ぶ棚田。農業生産ばかりでなく、洪水や地滑り防止の機能も併せ持つ自然と人類の英知が作り上げた芸術作品。世界遺産にも指定されています。しかし近年、貧困から出稼ぎに出る農家が増え、休耕田も目立つようになりました。この地域の脱貧困政策は、棚田を中心に引き継がれてきた少数民族独自の農耕文化を守ること。その核となるのが、古より棚田で栽培されていた古代米、赤米でした。我们种好米呢，主要一个目的是要保护好哈尼梯田，让哈尼梯田更加的
美丽，让外面的游客更加多。同时呢，当地农民又得到致富。既要绿水青山，又要这个金山银山。那绿水青山就是代表着这个生态环境，金山银山就代表着这个收入和财富，它不是完全对立的。那么绿水青山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好的办法去利用它，那么为我们当代人造福，不仅是就说要给这个后代人留下一个生存和发展的一个基础环境，基础，同时呢也要就说为当代人的这个生存。村では収穫の秋を迎え、稲刈り作業に追われていました。傾斜地に碁盤の目のように細かく区切られた水田には農業機械を入れることができません。そのため田植えから収穫まで作業はすべて稲作が始まった1300年前と同じ手作業で行われています。啊，我是十五岁做田了，十五岁就开始种这个。嗯，从嘛东西就么那里面毛竹林里面。李さんの年間収入は4万円足らず。貧困対策として政府から養殖魚の支給も受けていますが、まだ生活の足しにはなりません。我是六十五岁了，我都要不加吃吃，一面得几个，我是七毛子，都都趁这个钱加不吃吃，一面得几个子了都。他说这时候可能，既然俺们我，要到好早我说呀，你。你别把我骂出去了嘛！你别把我自己关在仓库里嘛！我好久没见嘞，等你弄好包啊，去了说嘞几千万大学院噻，有啥我是每年我都进毛热去了嘛，怎么啊？确实去到没了那么难嘞，怎么？农作物といえば棚田の稲作しかないこの地域の農家にとって赤米こそが貧困脱出の決め手なのです。赤米は唐の時代棚田とともにこの地域に伝わりましたが、その後より収穫量が多く美味しい白米の登場によって栽培がされていました。しかし今世界的な健康ブームの中、お金になる農作物となったのです。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个毫米作为一种扶贫来给农户扶贫呢？由于这个毫米它自身生长的这个地理环境还有这个好些因素其他地方都没有，主要是它的这个营养成分，它是经过用这个山泉水灌溉的，还是这个海拔要在1400-1800，在这样的一种条件下才能够生长出来，其他地方是没有的，是不可能生长的。所以呢，我们当地政府呢就把它当作一种是一种商品，它的价值很高。一度は時代の流れの中で姿を消した赤米の復活、それは地域にそこで暮らす人たちに大きな変化をもたらしました。農家を訪ねました。
我跟他得多少钱呢？得过啥？还是还是？可那可等可他个了的，可得那可他活的那个过个得工作。越南们呢，嘛咋的？白米们可以嘛？一年一千多块吧？现在们可以嘛？一百多块？很多你改变了，现在你以后都不会饿了嘛？越南们呢，阿得有的还那个几个，咱白米的时候们，现在们生活们差不多了，咱了几个天天和米后们生活们差不多的。村には赤米の集荷や出荷を専門に行う会社も設立されました。採算面を含め赤米は事業として確立されたのです。比如说市场的收购价一公斤稻谷红谷只是四块左右，我们起立呢就给当地农民就是七块，哎，对，放了一个倍，哎，家里放了一个倍，七块。说实话，这个对我们企业还是有一点负担的，有点负担的。但是我们真正的要为当地农民群众脱贫致富，我们要必须这样做。原油棚田の赤米は人気商品としてすでにブランド化していますが、その陰には農業とは関係のない。ある企業のサポートがありました。就是说从天津地头就帮了你，再种多少毫米出来就帮你卖出去多少，经过这个 网络，经过阿里巴巴的网络卖出去。那我们帮助他发展这个产业，阿里巴巴跟元阳县人是大概是在2012年开始，实际上双方就有个接触，而且这种景观是不可复制的，就是当时我们去看的时候特别壮观。一旦说这个水稻他们不去种了，那这个东西就没有了。所以我们当时就感觉说，哎，这种东西如果说因为贫穷没有了，这是很可惜的。富と貧困、田舎と都会、人の生まれとその後の人生。中国の貧困問題は現代社会が抱える矛盾、問題を映す鏡でもありました。我是这现在生活在城市里，实际上我也是来自于农村。我来的地方村子非常非常穷，我在14岁之前没有吃饱过。所以说城市人跟农村的区别是说，我们认为我们中国的贫困，它不是说我想不想贫困的问题。而是在于这个以前交通不方便啊，然后自然资源的问题啊，所以很多种元素造成的。所以我认为城市的人呢，就是说第一个呢，我们今天城市人他接触不到农村，他不了解农村的情况，所以可能会认为农村的贫困是因为说这个农民的懒惰啊或者什么造成的。我是比较了解，我自己来做农村，就刚才说前几天我来，我是半夜五点多钟4点多钟到元阳县城的，很多妇女就已经起床了，背着个大背篓，头上顶着大背篓在干活了。贫困卡多。貧困世帯には貧しさの原因や貧困の克服計画が記された貧困カードが渡されています。貧困の原因なんて書いてある？収入源がないんです。土地上のあと節約も足や、節約も足や。でみの、下次節するも、几千万元了呢。是呢，那个呢，我们农村那个老百姓那样，而且菜市啥不能摆。那个农村低点的，农村低点的，那个老百姓没割出来是吃的，不割出来是我，你知道吗？厳しい環境に生まれながらも懸命にそこに生きる人たち、
その強さはどこから生まれてくるのでしょうか。甘粛省甘県を訪ねました。道を進むにつれ不思議な光景が現れてきます。道路脇の斜面に開いた洞窟のような大きな穴。それは八尾トンと呼ばれるこの地域独特の横穴式住居の跡でした。一般的な住宅が増えた今も昔ながらの八尾トンに暮らす人たちがいます。貧困農家銀華さんの家もそんな家の一つです。这是我大女儿和我儿子吗？这是二女儿。二女儿？嗯。会いたいですか？小呀，长长得不小呢。銀華さんの三人の子供は今都会の学校へ出ています。因为咱们都步入了大学期间嘛。嗯嗯。现在的花销比较大。这个那个。孩子在外面吃呀喝呀都需要钱嘛。这就是我临时有点小收入，卖点零东西，那个这都是那个小朋友借什么的都凑合着上嘛，不是。因为我觉得我太苦了，我也不能让孩子再苦了。我不想让孩子过这样的生活。銀華さんは貧困を克服するため羊を飼い始めました。粘土質の土壌で作物に適さないこの地域では、羊の放牧を利用した貧困対策が行われています。政府から資金援助を受けた貧困家庭は繁殖会社に出資。このお金で会社は羊を繁殖させ、その配当金で農家は借金を返済。契約終了時には羊が農家へ渡されるのです。然后在这三年结束以后，农户脱贫，稳定脱贫以后，然后再给农户返还16只的、15只的基础母羊、1只的公羊。然后让那个农户这个产业的持续发展，就是稳定的这个后续他不会去返贫。钱这个东西有时候我觉得吧，就说是在我的心目中那个钱都是边挣边花，只要就说是自己的能够花就行了，我也没有太大的多少种愿望说呢，有更多的钱或者是什么。我最后说，我们一家人啊，都说是和和气气，都说这个能够都说是保持这个正常的生活。在这个钱这个东西，我也说不来，有时候这个东西为什么，有时候东西也比较这疼那疼的。其实我觉得农村和城市都差不多，只要自己努力那就走，生活比较近くの八尾トンに住む劉さん一家、彼らもまた貧困農家です。年老いた夫婦と幼い孫の三人暮らしでした。それは話を聞き始めて間もなくのことでした。お母さん泣いてらっしゃるけども、なぜ泣いてらっしゃるんですか。お母さん泣
一家の大黒柱だった息子さんが交通事故で亡くなったのだといいます。确实都挂住了之前在那些风景，没有拍照，看病的时间我花了十几万，现在我这账之前再都没还清。别总光笑你了。出了事以后，这因为有贵家的帮助，我才能坚持下来，才能看到有希望的活下来。养这就是今年在养长宁中国入了股子，是我们两位的希望。農村で生まれること、都市で生まれること、その違いがもたらす人生について、不公平はないのか、どう思うのかを聞いてみました。那边是公平，生到哪哪是做到哪，那边是自己的努力。自己要努力，你们送到农村，你也能当了工人，当了干部，当了那个领导呢。那是咱们没是那是自己咱们自己的事，咱们没有念下书。希望这孙子可能念书，可能当个贵家，一个在贵家当个有用的什么。この地域には。農民たちが守り続けてきた伝統芸能があります。その日の夜、町の公園で彼らの誇りともいえるその芸能が上演されました。それは農民の芸能、影絵芝居です。俺们怀下这个地方是这个贫穷落后闭塞，所以上才能存在这个古老的这一点，这个古老的民间文化艺术都是这么个。这个他冬天他乱忙，他夏天他凉忙，冬着要冬呢，夏天就凉，这冬天就乱活，所以上这个自然。这条件就是。中国影絵芝居の第一人者史さんは人間国宝となった今も八尾屯に暮らしています。这个风沙大，天气寒冷，所以说人都在八尾屯里冻着呢，所以说这个没有房，所以这个长戏嘛，这个演戏嘛，也就是在八尾屯里。为了他这个就是一个窑洞，他起这个一个是起这个暴乱或者是乘凉，而一个起这个火影作用。过去这个没有这个影像，所以上他就靠这个窑洞的这个火影影像。我们都最早在顶成风的时候，我们是平龙。最难说的封的是古龙，再下来平龙，再下来是下中龙，再上来就是中龙，再上来上中龙，再上来伏龙，再上来伏于中龙，再上来是地主。所以我们那个时候是最穷的这个家。貧困という大きな山を人は
社会はどう乗り越えていくのでしょう。愚行を山を移すの最後の場面です。多谢玉帝成全，玉帝万寿无疆。你一家闪开。物語では老人の行いに感動した天の神の力によって山は取り除かれます。現実社会では貧困という名の大きな山は誰が動かし取り除くのでしょうか。愚公移山，这个是毛主席专门讲了的一个叫愚公移山，实际上这是一个寓言，就是说玉石寄托的意思，它不是说是一个实词，说明了这个决心。而咱们这个脱贫，而是这几个方面的因素，中国人这个就最艰，就多艰苦都能度过啊。所以说这个，这不像有些这个一直遇到挫折或者困难，这就或者比侠盗或者比俘虏，这个中国人的这个这一方面，这个还是真的。他们这最主要的精神就是勤劳、勇敢、忠诚啊，这个守信、孝顺。这他就是人这个一生就是要坚持，至于你这个钱多钱少，这是无所谓。所以这是人，这个中国人，也是中国人活人的最基本的一些东西。就是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我们能够，完成一个第一步的任务。啊，这个第一步任务就是消除这个绝对贫困。那么，但是这个任务的完成，并不意味着反贫困在中国的结束，因为这个相对贫困还是永久存在的，因为收入差距总是存在的。包括现在发达国家啊，它是一个长期的任务，不是一代人或一个时点能够完全解决的、完全这个实现的一个任务、完全完成的一个任务，它需要这个。多代人啊，这个不停的努力，那么不停的奋斗，然后不停的去创新新的这个消除贫困的这个新的办法，那么最终实现就把这个大山这个搬走这么一个目标。目の前に立ちはだかる大きな山が動いた時、この国は。そこに暮らす人たちはどんな景色を見るのでしょうか。変わりゆく龍の国中国、この物語の結末はまだ誰も知らない。谢谢 ，Thank you, thank you. Wow, really. It's a long way. Long way, yeah. That moved the mountain, yeah. But, in Japan, and we Japanese take a walk to the happiness, but happiness, yeah. On the way to the happiness, but we Japanese lost my way. Maybe, I think so right now, but. I traveled in China, and I think that there is very important things in the village, farmer's village. Yeah. I saw the lost things we Japanese yeah. in the
mountain side. Yeah. And I'm afraid that they will be a little bit rich. Yeah. But I'm afraid that they forget their spirit. Yeah. I'm afraid that, yeah, it's important. That's right, I see, yeah, I see, yeah, I see. Yeah. You know that in China, not only the money, not only the capital for the people, for poor people, that's important is the dream for them. That's the dream, that's a happiness dream for them. Mm-hmm. Happiness life, happiness work for them. So I think that so in China, you know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launched a strategy for that's called for the target for the final target is set up one Chinese dream in China. Mm-hmm. That's very important. Mm-hmm. Not only the money, not only the capital. Oh. That's right, yeah. So that's our target, the final target, destination target for Chinese, for Chinese society, yeah.